梅岛啦，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苏梅岛的酒店，不是酒店，苏梅岛的机场很漂亮，有一种度假村的感觉。到酒店啦，现在。下面的楼下的这一个最大的游泳池这来这边坐一坐，然后感觉下雨的话真的是会让一个地方变得很安静。然后这边现在池子里面只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好像在游泳，然后他好像从刚刚下雨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了。哎呦，真的希望快点晴天吧。我们现在到了这条街，叫中国街。现在我们吃完火锅啦，然后被这个按摩店吸引了，要再来做一个 massage。到了我们的另一家酒店，叫 Lazy Days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房间里了。今天是苏梅岛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海边，准备玩一个海上的一个项目。那个滑翔伞，这个降落伞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现在马上上去啦。我刚刚在玩完海上的拖伞之后，晚上我们决定就在这边旁边有一个餐厅，在那边吃个晚饭。Darling, you send me.我现在准备去海边的秋千拍几张照片，感觉那边很漂亮。Darling, you send me, I know you send me, darling, you, darling, you.准备离开苏梅岛啦。